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如果说啊，要选一张画，能够跟许许多的人有那个心情上的呼应啊，我看这幅画应该是蛮合适的。你累了吗？真的好累，好累啊！每个现代人几乎啊，这个共通的一个表情就是哇，真的很累啊。现代人是这样子啊，古代人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一位。曾经叱咤风云啊，这是教皇啊，在十五世纪初期的时候，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所以但那个时代的教皇是非常有权势的，他可以影响的一个范围非常大，不只是在宗教这个层面，在世俗的层面也是非常有钱有权的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跟米开朗基罗之间的，或甚至于跟拉斐尔之间都有这些互动跟往来啊，那曾经让米开朗基罗想到他就很头痛的教皇，年龄大的时候，拉斐尔帮他画的一个画作是这样子啊。这个年龄啊，终究造成的一个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会老、会疲倦、会累的这个状况。所以拉斐尔把他这样的一个这种让跟人家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朱利安教皇的那个形象啊，把它刻画下来、描绘下来，而更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这看起来更像人呐、不像是跟这个世间完全脱离的状况啊。另外一幅也是画教皇的，这个年代差不多隔个十几二十年的一个状况，后续的一个教皇叫不是直接接着，那隔了十几二十年的一个教皇叫保罗三世啊，这个教皇啊，这是提香帮他画的，更是把那个教皇的那样的一个忧国忧民啊，然后你岁月的这个痕迹啊、交织啊，描绘的非常深刻啊，那种人性关怀层面呢、更加的一个深刻、所以有一些画家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画出来不只是表象，更是画出了那一份的心理，更画出了那一份的忧愁啊，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看到古代似乎也是这样子，我们再把时间拉到比较现代一点，看到这一位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可以看到他平常的那个状况啊，都是非常有那样的一个活力的这个情形啊。可是年龄大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觉得非常非常辛苦啊，累了。用这样的一个画姿啊，用这样的一个姿态来显露出啊，确实比较辛苦的那个情形啊。所以任何人呢、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一面光鲜亮丽的一面啊，背后都有些让人家觉得。他可能需要休息的地方，他是真正累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需要大家更加深刻的去体谅这些人物啊，他们背后的辛苦啊，这当然可以描绘的非常非常深刻啊，但是现代人呢，真的是累了很多啊。确实是累了这个状况啊，这个累的状况有现在有一个病的名词叫做慢性疲劳症候群啊，慢性疲劳症候群啊，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意思就是说他平常累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半年以上，然后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啊，造成他生活或者工作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生活中的一些活动力或者是生活中安排的一些事情，他的这个数量上的一个比较的话，是降低50%以上的这个情形的时候，然后似乎也现代人会讲说、那你就去休息一下是不是放个2天假会不会比较好？如果好一点，大概也不是慢性疲劳症候群，放假以后回来依然故我，依然疲累啊，这个叫做慢性疲劳症候群。那大家一听，哇，那我是不是可以请个病假？不过基本上啊，这个还需要做一些鉴别诊断，因为太多的病可能产生出疲倦累的这个状况。譬如说女生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贫血啊，
贫血，因为经期的关系啊，所以使得每个月那然后又量又多的一个情形的话，就造成贫血的一个情形。这个贫血就会造成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倦怠无力啊，这个甚至于会影响到心理。不，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血液的这个层面，他连脑子里面都可能出现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啊，情绪上的一个不稳定啊。所以贫血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只是差一点，你就食物上面一些这个控制就可以。其实还需要用更积极态度来去面对它。好，要排除的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因为失血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慢性失血的一个原因呢、啊，现在也并不是那么少见的。譬如说上消化道的一个出血，那他想说这个吐血不就很厉害，应该马上会注意得到。他如果不是一个大血管的一个出血的时候，慢性的一个出血的时候，量不多，但是长期的一个影响也可能产生出贫血这方面的症状出来，或者是下消化道。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下消化道一样，也都是由血液循环非常丰富的这个血管来供应的这个情形啊。那如果里面有一些溃疡，或者甚至于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肿瘤，那表面有溃疡会产生失血的这个情形的时候，它也是慢性的，它也是可能临床上根本没有形成什么特殊症状，但是它可能用贫血来展现出来。另外像某些癌症或者是自体免疫的疾病，也可能产生出慢性疲倦的这个症状出来。另外像这个内分泌的一个问题，像这个病人看起来，这其实不是化作了，但是我们类似病人也很类似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他看起来是胖胖的，好像壮壮的，其实是虚胖。那它原因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也就是甲状腺，它的功能啊低下，不是亢进。亢进的话它会瘦，这是低下，所以看起来虚虚胖胖的，但是那个手有一点点好像水肿，但不是真正的水肿啊。这个问题的点是甲状腺的、啊，它也会表现出倦怠无力啊，这个也是常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啊。不过临床的一个检查，我们一定不要只听到无力感，那么诊断就是慢性疲劳症候群，不是这么单纯啊。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一个疾病，它其实是可以找出原因，找出原因更好的方法，更好的一个意义就是它可以治疗的。因为这些病都是可以治疗的，那慢性疲劳症候群那就相对比较困难的多。而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它会影响的层面绝对不是只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疲劳而已啊，它心理、生理、心理这方面，尤其脑里面也会产生出一些影响，注意力、认知力，它都会产生出这样的一个障碍啊，就是说这个好像记忆力也变得很差，注意力也不集中等等的状况，这个也会对于他的一个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活力啊，或者是这个参与度都会大打折扣。而这种慢性疲劳症候群，我们刚刚讲的是无力感、倦怠以外，还常出现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症状是什么东西啊？酸痛。年轻的这个病人没事，怎么全身酸痛，到处酸痛，到处啊，头会痛，四肢会痛，意思就是说有这个肌肉的地方它容易痛，头这个地方也是有肌肉，另外关节也是会痛，活动的关节面这些地方也是会疼痛。那这些给他做一些检查，看起来没有一些什么退化的变化，尤其年龄又轻的话，这个也是慢性疲劳症候群里面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啊。所以碰到这些情形该怎么样，其实这个后续还是可以有一些药物的一个帮忙，把这个症状缓解。因为症状缓解以后，这个认知才有可能觉得说哇有比较好了，然后对自己慢慢有信心，以后这个活力才会增加。所以一定要有一些药物的治疗，另外再包括一个心理上认知啊，也必要的时候精神科的医师也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个帮忙啊。所以不要天蓝啊 blue 这不太好。那这个 blue 的意思啊，大家想为什么 blue 代表蓝色，代表忧郁啊，跟这个毕卡索有关系啊，因为他之前有个蓝色时期啊，画的画作都是蓝色为基调的，所以看起来就是非常忧郁的情形啊。不过在英美你可以这样讲，在德国蓝色代表的是什么？酒醉啊。怎么会这样？原来在德国，这不是德国，我做这个当例子啊。在染色的时候要染成蓝色的时候，要有这些染料以外，植物的染料以外，还要有大量的尿，大量的尿。所以啊，
人家想到大量的尿，想到什么？喝醉酒尿比较多，所以在德国你不能讲人家 blue 啊，这会表示你是喝醉酒的意思啊。所以你看文化的差别，事实上是蛮大的这个状况啊。不过基本上讲起来，只要真的累的时候，不要想到的是什么那个饮料蛮牛啊，要想到的是台湾水牛吧。感恩你的收看，我们再会。